程都自己走自己的。你有没有哭？来跟跟。姐姐玩那个吗？爸爸，你陪他玩那个有水的那个。有水的要穿衣服。对啊，没有带雨衣。那我不想玩。那边还有哎，那个是什么？玩水的。哇，好高哦。好高哦，那爸爸跟。朋友带小朋友的，不要让你的小朋友爬我的栏杆，或是钻我的门，挂在我的门上面哦。成龙，耶！开，你要去撞人是不是？Thank you.
Thank you.
玩吗？这里好玩还是饭店好玩？第一个最好玩。这里好玩还是饭店好玩？第一个最好玩。那很危险哎。你不敢走，对不对？太冰了。这里就好。好，要不要走了？还要继续玩吗？还要继续玩。要不要走了？所以你们没办法从这里走到最后面，看谁可以挑战成功。从那里走到那里。好啊。有没有办法挑战成功？这里比较深，是不是？越来越深。那你们不要走了、啊，回去了、啊。哎呀，这我的裤子都湿了。回去了啦！你都裤子都湿了，回去了啦。